原标题：蔡依林一黑历史情绪失控，当场落泪自曝怪美是亲身经历。原标题：蔡依林一黑历史情绪失控，当场落泪自曝怪美是亲身经历。2018年12月26日，北京，蔡依林在北京举办 Ugly Tea 发片记者会，在京举行。蔡依林回顾心酸往事，自曝怪美全是个人的亲身经历。之前被人说胖，五官奇怪，海鲜妆、花枝妆。那段时间我走在街上，别人看我都觉得大家在讨厌我。那时虽然表面好像没事，但是其实自己内心已经很不开心了。说起这些，蔡依林情难自控，当场洒泪，一度哽咽的说不出话。图片来源：金明视觉中国。蔡依林哽咽擦眼泪。图片来源：金明视觉中国。蔡依林哽咽擦眼泪。图片来源：金明视觉中国。蔡依林哽咽擦眼泪。图片来源：金明视觉中国。蔡依林。图片来源：金明视觉中国。蔡依林。图片来源：金明视觉中国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